学生的身份问题。男子68公斤级以下的四分之一决赛即将开始。Ladies and gentlemen, men's under 68 qualified with the belt begin. 让我们有请运动员入场。新方运动员来自中国的彭兆杰。红方运动员来自中国的宋波东。Ladies and gentlemen, fans at the 68th quarterfinal. The athlete from Chile, Hong Zhaojie from China. The athlete from Mo, Song Guodong from China.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跆拳道运动员赵帅，今天下午的比赛由我为大家解说。现在是双方运动员准备比赛，现在是试护具，青方红方都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比赛开始，现在两个人站的是属于开始。因为双方都是国家队运动员，还是比较相互比较熟悉。红方得了2分。双方现在都是比较谨慎啊，现在都是在前腿在控制。得分，红方后腿横踢得分，现在是场上比分是4-0。青方一个前腿上头3分，后红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是7-0。现在谈到的比赛，这次海选赛是3局2胜制，所以说第一局的比分是算是红方赢了一回合，等到第二局的时候比分是0-0的。如果红方下一局再赢了比赛的话，就是比赛就是结束，如果青方赢得比赛的话，那就是战平，要打第三局。
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比赛开始。又是红方一个后腿得分。青方应该是要想办法去得分，现在对起的动作没有对红方产生威胁。刚刚青方一个转身360，但是倒地扣一分。两个人现在踢的都是有闪点，但是没有力度，上不去分。近身啊，刚刚青方一个近身礼盒得到三分。刚刚红方一个后腿，两个后腿，现在比分是7-5，这样的话比赛就是红方获胜，2-0。比赛结束，红方获胜。The winner is 中国的 from home。现在比赛改的就是跟之前不一样的，就是说现在只需要打两局，只要两局的比分，前两局的比分都是赢对手，第三局就不需要再去打了。下面进行的是男子68公斤级以下四分之一决赛，青方运动员来自韩国的金熙佑，红方运动员来自土耳其的 Fergie Arkio。 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的比赛也是68公斤级的比赛。现在看到的青方是韩国选手，红方是土耳其选手。比赛马上开始，每一次上场之前双方都要感应一下护具是否有点，要感受一下是不是可以正常的比赛，能不能得分。第一比赛马上开始，比赛开始。刚刚红方得了2分，但是判了一个出界。
红方前腿得了两分。后踢刚刚有闪点，但是没有上分，又是一个前腿得分，双方互击都有得分。全得分，清方全得一分。裁判判罚红方有一个精神猴踢动作，两分是无效的，但是又给了一个警告，是说是犯规。红方请求录像审议。现在场上主裁向录像审议提出刚刚红方教练提出的申议。现在再回看比赛录像，审议无效，比赛继续进行。双方打的都比较主动，比较激烈。红方李克下劈上了两个头，这个是上了六分，应该是有两次发力在踢击的过程当中。刚刚红方又是一个礼盒横踢击腹，但是比赛结束，因为是红方，现在比赛是只要一局有五个警告的情况下，就这场比赛的话就要判输，所以说这场第一局比赛还是清方获胜。红方刚刚得到了是五个警告。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刚刚红方前腿迎击得分，刚刚红方后腿抢得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4-2，刚刚青方有得分。青方教练员沈毅。啊，青方教练员刚刚沈毅，刚刚青方一个后踢加一分，3分动作。红方全得分。红青方得分。现在场上比分是5-5。如果这局青方再是赢的话，就是2-0，比赛要结束的。红方得分。这样的话，场上是1-1战平。这次改成3局2胜制的话，就是每一局的比赛都会很激烈，这样的话对抗强度都会很大。这是应该刚刚那记后踢得分。3局马上开始，现在好像后继要重新启动一下，
三局比赛开始，现在比分都是回归到零分。现在双方运动员是1-1战平。再开始，刚刚清方一个跳横踢得分，红方也得分，近身得分。清方教练沈毅，清方教练应该是沈毅，刚刚红方近身的时候一个猴踢。陆上沈源直接否决，比赛继续。清方进攻之前得分，红方后腿进攻得分，现在清方在想办法去得分，前腿一得分，后踢，刚刚红方有了后踢，两分是取消。刚刚是裁判没有，刚刚这个是暂停得分，但是裁判没有给。双方打的都非常激烈，现在比分是9-8。反超啊！比赛时间已经结束，红方获得胜利。这样的话，大比分是小比分是2-1，红方获胜。比赛结束，红方获胜。The winner is Bernie Echo from h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进行的是女子49公斤级以下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双方，清方
来自土耳其的特里卡阿里，红方来自中国的刘凯奇。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the women and the 49 kilogram tournament of the athlete from Seoul, Zelina Agris from Turkey.接下来的比赛是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新方是土耳其选手，红方是中国选手刘凯奇。开始，比赛开始，现在都是在双方都是前腿推踢再去变化，刚刚清方打拳有裁判闪点，刚刚红方也有闪点，红方推踢得2分，又是红方一记推踢得分，清方选手刚刚是后腿迎击得分，刚刚清方一个上头得分，第一局比赛结束，是清方小分1分领先，相当于是第一局清方获胜。
刚刚看比赛，青帮土耳其选手还是很全面的。第二局比赛开始，刘凯奇要做到得分，但是又不能丢分。红方得分，连续得了两个分，一个是头部，一个是腹部。比赛还有45秒，又是前腿迎击得分，现在比分是7-0，红方领先。红方只要控制好不丢分就没有关系。这一局土耳其选手没有找到得分点。这样呢是1-1，进入第三局。刚刚这个教授，一个下劈得分，一个推踢得分。第三局马上开始，第三局肯定是很激烈，所以说双方都要做到要去得分不丢分。教练在提醒队员不能丢分。比赛开始，青方全得分。对，刘凯奇要去主动进攻，不能等着对手过来。哎，好腿，下劈得分。刘凯奇要去主动，还要先主动，不能让土耳其选手先起来动作。果断啊！
刚刚的千岁银姬差一点，就是要把手放好，还有三十秒，这是个打头得分。双方打得很激烈，还有八秒钟的时间，开心稳定好啊，走，哦，刚刚后腿红方得分，这样的话又要进入加时赛，双方运动员拼的都很凶。下次再马上开始，加时赛的话是双方只要谁先得到两分谁就获胜。红方得分，前腿得分，将是红方获胜比赛。比赛结束，红方获胜。The winner is Liu Kaixi from China.各位先生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男子80公斤级以上的1/4决赛。对阵双方，金方来自中国的孙弘毅，红方来自中国的田坚。Ladies and gentlemen， 下面这个比赛是男子80公斤级比赛。下面大家看到的是红方选手孙弘毅 from China。这场80公斤的比赛都是中国选手，青方是中国选手孙弘毅，红方是田坚。本场比赛是最后一场4/6决赛。赛即将开始，现在是双方测试护具。比赛开始，
大级别而言的话，就是相对于比小级别的节奏会慢一点，但是大级别的力量很大。那场上比分还是0-0。两个人也都是国家队的选手，所以说非常的了解。第一局比赛结束，场上比分0-0。第二局比赛开始，现在是双方都加快了节奏。如果两个人能有一方先得分，这样的话，这种僵局的局面能打开。双方还在找机会，红方刚全裁判有三点。第二局比赛也结束，双方还是0-0，战平。接下来是第三局。双方都是太过于了解对手了，之前刚刚的全国锦标赛，两个人也是在决赛中相遇。
第三局马上开始。现在这种状况是双方也不能犯规，如果有一方犯规，都是很难去追比分。清风得分，清风推踢得分。全得分。刚刚红方一个进球得分，现在比分3-2。但是红方节奏加快啊，也是一拳得分，现在还是比分还是战平，还有最后的10秒不到，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是3局都是战平，要进入加时赛。第二赛马上开始，现在是清方有一个闪点，现在比赛还有20多秒，现在是双方是一人一个闪点，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应该是比分和警告都是一样的，应该要进行优势判定。现在的比赛已经很少能到优势判定的情况，这样的话就要交给裁判，看看裁判会写的是清方还是红方获胜。
现在的命运都是交给裁判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啊，这样裁判是给了清方获胜。赛结束，清方中孙弘毅获胜。The winner is 孙弘毅 from China。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男子68公斤及以下的二分之一决赛。对阵双方，清方来自中国的宋国东，红方来自墨西哥的 Iger Casas García。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s the men's under 68 kilogram semifinal. The athlete from Qing, 宋国东 from ChinaAthlete from home, Iger Casas García from Mexico. 接下来的比赛是男子68公斤比赛，清方宋国栋来自中国，红方是墨西哥选手。第一局比赛开始，刚刚净身，红方得了一分。又是一个前腿迎击，得了两分。清方也是一个后腿，得了两分。判一个红方攻击下肢，刚刚一个交手是红方得了四分，清方得了两分。这节奏非常快啊，起腿的速度也非常快。刚刚又是红方一个推踢得分，哦，刚刚红方
在倒地之前又得了两分，就能力非常强。又是一个前腿得分，哦，好腿，刚刚在连续当中轻松的领分。第一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还是红方获胜。第一局像68这个级别的话，就是综合能力很强，速度力量都是很大，变化也是很快的。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红方的两个近身是得了四分，准备好，下来。第二局比赛开始，红方犯规，提膝一个动作，裁判给判罚一个警告，扣一分。哦，这样的话是青方得了一个拳，红方得了两个点。红方选手是连续非常快啊，这样果断的话要一定要不能丢分，还要去得分。啊，又是后腿得分，现在比分是战平。啊，后腿刚没有得分啊，又是红方两个后腿啊，连续两个后腿啊，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啊，得分好，对，这样还差一个点，有15秒，还有一个点啊，很好。红方倒地，这样又是一个扣分，还差一分。主动要主动一点，还有9秒钟。啊，这样又是一个倒地，比赛时间到，这样呢是红方2-0。The winner is Ayu Texas Garcia from Mexico.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这样的比赛是每一局上去都是决赛，所以说这种拼打对阵双方特别的激烈。青方来自中国的刘凯奇，红方来自土耳其的 Rudian Gregory。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omen's under 49 kilograms semifinal. The athlete from Chile,
Liu Kaiqi from China, the Epic Purple, Rukin Yildirim from Turkey.比赛是女子莫斯有问题的比赛，青方是刘凯琪，红方是红方是土耳其选手。第一局马上开始，第一局开始，土耳其选手还是比中国选手要矮的，所以说刘凯琪一定要把距离控制好，进身的时候一定要再控制好，不能丢分。裁判给红方一个控腿，时间过长，一个犯规。好腿，进身下劈。红方得了两分。刚刚是在打拳的时候，同时是漏到了一点。十秒钟，一定要不能丢分。下一个打头，第一局刘凯琪获胜。第二局比赛开始，
双方现在都是前挺。近身一定要防好，这个时候不能丢分。差一点点，刚刚近身一定要注意，不能去丢分啊！近距离丢了两分，刚刚但是判罚一个红方警告。其实刚刚在这个交手合当中是红方是有抓的，但是裁判没有看到。啊，又是丢了两分，在打拳的同时。就是刘凯奇一定要先走，先去阻击对手，不能让对手起来动作。还有十秒钟，也是刚刚在打完了上一轮，这间歇时间比较短，但是体能下降也是非常大，这样的话是双方战成一比一平，马上进入第三局比赛。刚刚这个动作是不是抓的？第三局马上开始，近身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防好，很好，近身警方得了三分。这是一个推踢得分，近距离一定不能放松啊！让裁判判罚是轻防抓人以后攻击，这样把三分去掉。这是红方录像随意，
留下沈毅无效。再继续，红方现在是落后，所以说肯定是着急想往前冲，所以刘凯西要控制好距离。哦，刚刚红方一个近身得了一个里合下劈，迎击推踢得分清方。哦，刚刚又是一个李黑山地打头，连续打了两个头。刚刚后续的一个头是有抓的动作，所以说要把比分抹去。现在比分是10-7，还有30秒的时间，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要发力。好，15秒，一定要坚持住。10秒钟，又得分，好好好。啊！这样比赛还有6秒钟时间。这样红方也不屈居，也放弃了比赛。这样的话是2-1，红方获胜，清方获胜。比赛结束，清方获胜。
能听到。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男子68公斤以下的铜牌赛。首先，让我们有请运动员入场。马上开始，比赛开始。给一个红方主导犯规，好腿，红方是一个后腿进攻，得了两分。
又是一个进身两分，现在场上比分是5-0。现在还有15秒钟的时间。第一局比赛结束，第一局是青袍选手宋国栋获胜。现在看到比赛是没有像之前那种节奏非常快，现在是打到后面了，选手也是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刚刚进攻青方得了两分。青方突然后腿进攻得了两分，现在比分是2-2。又是红方进身得了两分，青方也随后就得了两分。派一个青方主导方规踢戏，现在比赛还有35秒。刚刚红方是近身一个礼盒下劈得到三分，现在比分是8-7，红方领先，还有15秒钟的时间。刚刚青方后腿得了两分，现在双方都是在互相得分，还有比赛还有5秒的时间。刚刚连续得了3点，得了6分。第二局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1-1。进入第三局比赛，刚刚的交手是非常精彩啊！土耳其选手是双飞，三腿连续得了3个点，6分。
第三局比赛开始。很好，刚刚是一个后踢得了三分，红方随后又得一个后脚横踢两分。很好，又是一个强攻后腿得分，孙光东的后腿是速度非常快。又是一腿，现在比赛还有20几秒，一定要控制住，不能丢分的。又是一个后腿得分，1秒钟的时间。这样比赛是2-1，孙国栋获胜，恭喜孙国栋拿到一张决赛的入场券。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行的是女子49公斤级以下的铜牌赛。首先，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入场。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the figures under 49 kilograms bronze medal. First, let's welcome the referee.是49公斤的铜牌赛，前方是来自中国的选手，红方是来自土耳其选手。
赛马上开始。第一比赛开始，哦，刚刚红方一个突踢得了两分，这是一个进项后踢两分。红方扯到犯规，看看一会前点得分，这是后点得分，现在比分反超。看看一个近身，又是一个打头。又是一打头，第一局比赛结束。青方先拿到一局，打头，红方一推后腿得分，又是一个迎击，金方刚刚青方又是两记后腿迎击，别乱了！
比赛还有45秒，一定要先走啊，不能再被动了。刚又被踢到一个头部，那比分是10-9，还差1分。哦，又近身丢了1分，一个点。这比赛还有25秒，要坚持住啊！啊，又是一个前腿推踢，得了2分。这样的话是双方战成1-1平。进入第三局，三局比赛开始。也要近身，一定要注意。刚刚前方一个勾踢得分。又是一个近身得分，攻击下肢，挺棒。刚刚红方又是一个前腿，再来2分。还有30秒比赛，前方体能是消耗很大，现在动作有点散。刚刚红方又是一记打头，现在比赛还有20秒的时间。红方一记打拳得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是比分是2-1，恭喜这今天的来的决赛的冠军。The winner is Rudy Reverie from the team。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即将进行的是男子80公斤级以上的铜牌赛。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s the men's over 80kg grand final. 首先，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入场。First, welcome referee.接下来的比赛是男子正80公斤的铜牌赛。青方是美国选手，红方是下面有请运动员入场。青方运动员入场，来自美国的 Steven Leslie。红方运动员来自巴西的。开始，双方测试护具。第一局比赛开始，青方一个近身得分。又是一记近身得分。
新方提出路线审议，应该是审议说是对手推出来导致红方出界。审议无效，让比赛继续。就是倒地扣分。第一局比赛结束，清方先拿到一局。第二局比赛开始，Your right is longer. Remember, Felix. Push. Don't give him left. That's it. Just keep throwing that. Stop! Nothing turned.Put your hands in. Go good. 红方是现在是找不到点的。Compress. That's it. Almost. Kick out right. 50 seconds.Throw it out. And second. Watch out for punching. 现在比赛还有三十秒，场上比分还是0-0。It's clinch. He's gonna kick. Nice. 30 seconds. Kick out. 双方近身都是没有动作，现在。Close stays better. That one better now. Good. Try one more than him.Just one more. Don't give him left. He set up left leg back already. Kick out right. You are safe. Good. Okay. 13. There you go. Right.
而且前方得了一分。Grabbing! 哦，漂亮，但是没有能够打到。这样比赛结束，清方拿了两局，2-0，结束比赛。比赛结束，清方获胜。The winner is Stephen Packing from USA.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男子68公斤级以下的金牌赛。首先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入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s the men's 68 kilogram gold medal, the Stockholm Derby. Welcome to Derby.又是近身，近身得了2点。在去看之前的比赛的红方选手，青方选手近身的速度提及非常快。
双方进行都能力都非常强，看看谁能够防住谁不丢分。第一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清方先拿到一局。得分都是左腿，在进行的时候都是左腿，所以说如果红方想不丢分的话，一定要防好新方的左腿。这第二局比赛开始。红方全得到一分。又是一记全得分。这样红方是不给清方选手晋升的机会。清方得到两分。又是一记全得分。一定不能给红，给清方近身的后腿的机会。有五秒钟，要判罚一个红牌有警告，消极。比赛结束，看到是双方战一比一平，进入第三局。
这是红方一记打拳得分。这个开设的情况下，秦方还要防止红方打拳。还是要打拳。现在红方已经克制了秦方的后腿。又是一记打拳得分，还有十秒钟。哦，漂亮！红方一记打头，现在比分是4-2。前方一记倒地，比分是4-3。哇，漂亮！刚刚又一记红方绝杀了，一个后腿绝杀了。比赛结束，红方获胜。两个人是 Captain Flavor of Turkey，拿到本次海选的冠军，但是同时也恭喜两位选手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
赛开始。是得两分。压住腿，压住，压住手啊！刘凯奇应该要打完以后，马上接着连续，人家总是打完一腿就停掉。不要出去，不要留着身体。你给我趴下去动杠呀！快坐，快坐。喂。啊。哎，放下可以，准备还要还一分十一秒。对。不要留着，这没准头。漂亮。打头得分，红方。对呀，不跟他对，压住他手。对，漂亮，还是要上面，要打一打身。对，第二点，对呀，手压住。别松松。不要着急啊，看着看着了。他起你就起，起完了这一刻他压住他的第二下啊。快点！啊，对。对了，踹准了。踹，对，注意下面。对。手手手，拿好。手拿好，压住。还有，打到上面，对。去。好。错错。不要落啊，小点，还有二十八秒。李奇。老王，看了。现在比分被秦昊反超，4-3。不要让他想，不要。还有二十秒钟。听听。
老王扛枪。凯奇，这个节奏不对啊，慢了啊。老王扛枪。再往后手。提多。没，你15、13秒，你要的，压住了腰往里。节奏加快，要快，对。对，在上面。压住了，对。打出去也行。还有5秒，快！打出去啊！上面。这样比赛结束，2-0。比赛结束，敌方获胜。恭喜泰国队，来同时也恭喜两位选手获得了比赛的入选。本次比赛是前3名能够拿到海选的决赛入场券。女士先生们，下面即将进行的是男子80公斤级以上金牌赛。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is men's over 80kg gold medal。首先，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入场。Now let's welcome referee。本场比赛是今天赛程的最后一场比赛。是男子正80公斤比赛，新方是来自中国的孙宏毅，红方是来自墨西哥的孙宏毅。红方组员来自墨西哥的 Carlos Sanchez， 孙宏毅 from China， Carlos Sanchez from Mexico。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第一局比赛开始，服务员，孙宏毅身高比较占优势，但是一定要防好近身。
왔으니까 快 What? 자기 너 지금 왔어요? 원팬 투 뿐이 까불어네? 나가라 타이밍 漂亮，刚刚一记前腿打头，就这样，对，不错，耶，然后这 step 打这里发的，对方又转身，太准了，感觉出来了，要快正了，不干，右手好，对，别乱打。近身也要注意。好的。这样，宋慧宇先拿到第一局。马上开始，你得注意贴号，近身要放好。抓人还是不变赶过来了高上了扑里面喇叭口对高高别看这高位还有十秒钟一定要放好不能丢分要恭喜宋慧宇拿到了冠军恭喜两位选手拿到决赛入场券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八公斤及以下的颁奖仪式。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warding ceremony begins now. Now, it's men's under 68 kilograms. Let's invite the winners to the stage. 让我们有请获奖运动员入场。获得铜牌的是中国运动员后波东，获得银牌的是墨西哥运动员 Iber Casas Garfi， 获得金牌的是土耳其运动员 Hagen Redbird。接下来有请世界跆拳道联盟主席赵正元先生为获奖运动员颁奖。Now, let's welcome President of World Taekwondo, Zhou Zhongguan, to award the winners.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祝贺获奖运动员。感谢颁奖嘉宾。下面进行女子49公斤及以下的颁奖仪式。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is women's under 49 kilograms. 让我们有请获奖运动员入场。Let's invite the winners to the stage.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is men's over 80 kilograms. 首先让我们有请获奖运动员入场。Let's invite the winners to the stage.获得铜牌的是美国运动员 Steven Nathan. Red Medal, Steven Nathan from USA. 获得银牌的是墨西哥运动员 Carlos Sensores. Silver Medal, Carlos Sensores from Mexico.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运动员孙弘毅 Gold Medal, 孙弘毅 from China.接下来，掌声有请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席管建民先生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Please welcome President of China Taekwondo Association, 管建民 for awarding the winners.